我们现在是看到是连胜了两把的小孩，再次面对来把，来把手上还有最后三个币，最后三个币，小孩能不能成一口气拿下这三个币？朋友们觉得能刷个六，觉得不能刷个九。你带封号试试秀啊，是不是很秀？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具有高伤害的真克里斯了。左边小孩，右边是赖爸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色哥游戏的直播现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孩这场守擂，他是擂主，今天晚上来守擂，挑战者赢一个币拿五十，他赢一币就守住了五十。欢迎磊磊啊，晚上好，欢迎全是多多。真克里斯只要抓到一个一个下盘清楚的机会，马上就是一套超高的输出连段。小孩在第一轮打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感觉是刚睡醒的样子，现在有点逐渐进入状态了。刚开始打赖爸，第一圈打赖爸的时候也是很难，被赖爸连续赢了四把，你们忘了吧？赖爸现在也是有点郁闷了，第一圈打的时候打得多顺呢。欢迎麦克陈啊，兄弟，你也要来挤上天花一把吧，评价一下。咱们来看本场比赛，小孩对战赖爸对局，左边八神，右边大魔狼。赖爸的本命英雄就是这个大门五郎，小孩打影票，想压重拳逆下，重拳摸屁股，大魔狼现在没有气啊，好难受，只能逆回了。Yeah， 给力，不错，大魔狼还是有机会的，他现在还有一气在走，这一颗气刚好可以解决八神的血量。这没这气压他逆向干什么呀？谁跳？大魔狼天灯，前冲天地反，关键时刻小孩又怂了啊！他这里其实真的没必要去防守了，你防也是死，你不防也是死，何苦呢？赌一把不是更好？那现在基本上小孩这里是一管血，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是怂啊！现在比赛变成了一个3-1，赖爸还剩下最后两个币了，最后两个币是不会，会不会一鼓作气击杀掉？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拳皇。拳皇98的小孩守卫赛，左边的话是小孩，右边是赖爸啊。赖爸目前还有三颗币，欢迎我空等回家。还有两个币啊。来吧，还有两个币了。明天晚上给大家预告一下，明天晚上是楼石赞助的拳皇98，小孩对战小黑啊，抢15的，号称是拳皇98。世纪之战 S 级高手，小黑对战小孩。我去，这里赖爸把大门调整了，放在了中间了，八神安手底，飞翔龙猿完美的牵制住了大门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轨迹空间了，完全是不够打的。
呀，这还来个鞭尸啊，来吧也好淘气啊。欢迎赌仙托梦飞翔回家，晚上好飞翔。今天晚上对局来对于小孩对战来吧，加油。看来来吧这把有戏了，朋友们，大门我狼终于是要觉醒了，我让狗取消你的人怎么着，康塔尔确认，再来一个地震，赢了。来吧，要支棱起来了，最后两个币，还是喜欢九八 C 啊，地震。哇哦！遇到了大枪战的一个局面，对于来吧来说，绝对主力大门五郎已经没有了。只能靠这个八神，好在他的八神也不虚的。我操，不能花呀，这花半管血就没有了。大哥，你这个升龙是什么操作？没有。好，片头。直接被小孩打了一个防御硬直，活生生取消。你别吱声，你不行。巧合，这都是巧合啊，这都是巧合。还有最后一个币啊，还有最后一个币的局面。湖南赖霸，湖南第一高手赖霸，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币，加油吧，大家给他打打气，加油。一臂之力很可能会让你眼前两胜的，你们觉得最后一个臂赖霸这一臂能赢吗？觉得他能赢啊，刷一个九，觉得广东能赢刷个六，觉得湖南能赢刷一个九。欢迎苏格拉底，欢迎苏总，晚上好，欢迎大佬回家。今天晚上是小孩的首擂赛啊，咱们看到是拳皇98小孩的首擂赛，左边是16个币的小孩，右边是最后一个币的湖南的赖霸。广东的兄弟扣个6啊，湖南的兄弟扣个9。左边小孩，右边是赖霸，一币赖霸能不能让大家眼前一亮。他现在已经赢了小孩七个币了，一币五十，七币三百五。不是湖南，不是广东的，扣六九啊。大母狼是赖霸最后的希望了，赖霸现在眼都红了，冲个整吧，350就是你的极限了，赖霸小孩这里拿下了赖霸最后一个币。